救赵时，太极则无疾而生。生一生二生三，万物生生不息。说句又去说，拳打不知，许多人都懂，但很少人会问如何练才能做到拳打不知。太极拳拳经要求是人不知我，独我知人。同样的，只有绝没有法，若虚的人不知道找源头，很可能练了十年二十年不知道应用。说周底锤就是绝练到的全家之一，因为周底锤是两个半圆连轻一个圆的蹬打动作。现在讲解周底锤，从斜单边往下接，一纵身移到后脚，吊手松开，猪脚尖同时摆开；二全身不动，猪脚带半步，纵身移到左脚，以猪爪脚身做主，整个身体风车一样向左旋带动，右脚两个手变成手心相对。大家再看一次，纵身移到右脚，整个身体顺势向左旋。再一次，回到定位以后，两个手心是相对的，然后右脚不动，右手不动，猪爪猪手动，对称的运动。到定位以后，猪手保持美人手，眼睛从指尖上面出去，很轻松的在这里，猪爪要虚空一样，但是脚跟轻轻着地。特别注意，你的右拳不需要碰在这里，将原地不动为原则。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脚底锤一纵身移到后脚，脚尖摆开，吊手松开。二全身不动，猪爪向左边带半步。三纵身移到左脚，平平的。四的时候注意，手身相对，以猪爪涌绝做主，带动右脚向前。四、五，一边移位，一边转动。六，右爪右手不动，右手变拳，猪爪猪手起来。六，定位以后，猪爪要放松，猪手保持美人手，拳似紧非紧，似松非松。脚底锤是太极拳蹬打功夫，蹬打的意思，等于说你正好啊，人家往你身上碰。所以你接个动作的时候，这个拳千万不要变成少林拳的就底看锤，不要去碰它，手指拳头是不动的。所以这个小动作希望大家注意。